Summer 维修工，喂，你好，我们家的那个马桶坏了，那大便冲不下去，你可以帮我看看吗？不用担心，我马上就到。Summer 维修工到。哦，来，这里。哦，怎么了？很臭吗？还好啦，小朋友，但是这么大的便便都是你一个人拉的呀。秘密不告诉你。哎，你别管那么多，快点帮我收好，我肚子痛又要拉便便。啊，好，马上，等着啊。小伶工，没事，哇，可以耶，可以拉便便了，没事了，谢谢，那我就先走了，拜拜，耶，可以拉便便了，喂，您好，我是 Summer 维修工，哦，那个，喂，你好，我们家的那个。洗衣机坏了，来帮我看看呗。啊，没有问题，马上就出动。快，三百维修工到。哦，来了。衣服脏，哎，我洗衣机坏了，没办法嘛，你赶紧给我修一下，赶紧帮我看一下，就是它坏了，所以没衣服洗。你看。马上我检查一下啊。请问呀，您这个洗衣粉是用了多少呀？洗衣服为了洗干净，我要很多泡泡，所以我放了半桶洗衣粉呢，不对吗？这怎么可以呢？你这么小一桶洗衣机，当然只能放这么一点点洗衣粉啊，一定要适量。好吧，我马上帮您修一下吧。快！这么快就好，扭两下，啪啪，劈，这就好了。能力啊！你还是先把你的衣服洗了吧，我就先告辞了啊。好，慢走啊，拜拜。好久没有这么累了，终于要休息一下了。喂，你好，我是无所不能的三百维修工。喂，你好，我们家这个电饭锅坏了，来看看呗。老人家，你不要急，我马上就出动。三百维修工到，听说您的电饭煲坏了。谁来了？这大叔怎么突然老这么多呀？刚刚那个是我儿子，才用了几天就坏了，快帮我看看。您这样敲也得坏吧？检查一下啊，感觉没问题啊，那我打开看一看。打开。这是什么呀，大爷？怎么了？大爷！那是我的冰淇淋。冰淇淋。朋友们，这种冰淇淋啊，什么奶昔的，是绝对不能放到电饭煲里面，这肯定坏啊。没办法，你看我老了，牙齿酸，吃不得冷的，我就想加热嘛。那大爷您就别吃冷的，你吃饭呀。吃饭啊。
那你帮我修修看。好，马上马上。哦，我这就看你几秒。啊，修好了。哇，这次更快，2秒就修好了。我跟你说了，能力。哇，好吃，还真热的饭好吃。那大爷，您慢吃啊，我就先走了。哦，拜拜，不送了。拜拜。朋友们，今天维修工 Summer 的故事还有趣吗？以后呢还会有更多更多的职业体验哦，你们期待哪一样呢？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